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艺。电视电影明星透过荧幕的放送成名快，容易成为大众偶像。基于崇拜的心理，很多人都曾拥抱过明星梦。然而从众多角逐者中能够脱颖而出挤上舞台的仅仅屈指可数。什么样条件可以成名立万？什么样的特质可以在演艺界持久屹立不摇呢？这集台湾演艺要为您介绍人称最美丽欧巴桑的陈美凤，她的摘星故事。天生丽质的陈美凤踏入演艺界是偶然，但真正大红大紫却是在多年磨练之后，拥有扎实的演戏唱歌功力之后。这位倒吃甘蔗演得越老越受欢迎的戏剧一姐，如何走出成功的演艺路呢？陈美凤的成名故事是不是容易复制在其他俊男美女身上呢？一起来看。洋娃娃一样清秀的脸庞，大大的眼睛，这是陈美凤五岁大的模样。陈美凤本姓朱，父亲朱秀生是基隆码头工人，始终期望有个男孩，但是生到老三朱美凤依旧是女娃，因此送给同是码头工人的陈康静收养。七个月大的朱美凤从此改名陈美凤。我差不多读小学吧，我就知影讲我的亲生妈妈是啥人，因为养父母跟亲生爸爸妈妈住都很近。养父母也是穷人家，在陈美凤小学时，养父母离婚，养母的经济更是困难。陈美凤放学后得帮忙卖面，有时很累了，就趴在面摊啊。桌顶安尼困啊，看人爸爸妈妈带囡仔来食物件，哎，囡仔拢穿甲足水的，那我们还在面摊，下雨的时候更辛苦，滴滴答答还要收啊，干嘛是很辛苦。啊，可是现在想起来，其实大人更加辛苦。就这样，国小阶段，陈美凤学会坚强独立，还会批发货品转卖赚取零用钱。我从小就。懂得要察言观色，看人脸色。国中阶段，高挑腿长的陈美凤运动特别好，也因为才艺出众，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一度还让帮派看上，想吸收她入会。我是跑百米，不是第一棒就是最后一棒。我也参加乐队，我也打篮球、手球，名气有一点，连教官都会知道我。所以呢，他就帮派就希望我们那个哦，点来卡点来怎么样哦那样，然后你可以当我们十三音的，你是那个怎样最小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呢？老大打来，女生哦都女生哦，嚯，那卡点来叫我来尬，我讲啊，我爸把我怕我比赛。养父虽然不常在身边，依然对陈美凤管教森严。曾为了陈美凤偷偷跑去看合唱团表演，痛打她一顿。忽然间哦，哇，卡吉巴就听来，伊少就病体也袂甲你讲啊，哇，一边打一边骂，一边骂一边骂，讲哎，你哎，是你要创啥？去看人迄落什么合唱团咧咧咧，什么乌龙木坐，不点六界，啊，你骂，哦，足大声，阮爸爸吼，温州人，那我讲足大个，啊，阮咧后壁个巷仔咧。大家听到声，拢走来窗门看，是甚物代志啊？乌鸟王拍，乌鸟王拍，拢做乌鸟。大家遐窗门看，啊，我王拍到足疼，我阁会记你甲窗门关啊，看啥？毋捌看过遐。参加这次竞选的小姐有32位，在选拔的过程中，每人要分别穿着便装、运动装和晚礼服出场3次。但养父的棍棒阻挡不了陈美凤踏上舞台的命运。随着年龄成长，陈美凤越发亮丽出色，高中半工半读，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没多久，朋友簇拥之下报名参加毛衣皇后，陈美凤轻松顺利地从几十位角逐者中脱颖而出。我会记我去
表演时我就唱歌啦，吼，才艺上唱歌，做台步，咱嘛无经验嘛，很慢啦，啊，就安尼戆戆啊行啦。有的时候人家说选美是不是要有一些背景，是不是很黑？对我来讲，我是真的完全没有背景，而且也不用去跟人家吃饭干嘛，都没呢，我就这样子问啊，我就第一名。接着，陈美凤陪朋友参加广告试镜，无心插柳，竟然反而是自己被选上，从此踏上演艺之路。问朋友的福气，因要去试镜，啊，我是陪人去的。结果导演就觉得，啊，你嘛来个穿衫穿看麦，哦，我们要穿网球的衣服，那我会很害羞，那叫我穿没袖，我会不敢。他导演就鼓励我，他说不要紧啦，气矿买气矿买，就我穿的那样子，然后哎，结果我就录取了。其实我是去陪的。我是从一个广告的影片上看到他，我就把美凤啊就留下来，留下来了以后呢，他就跟我们签约了。哦，那就那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在演艺界要怎么发展呢？是要唱歌呢，演戏还是主持呢？对对对。他说我喜欢唱歌，哦，我说啊，那很好啊，啊，我说那你就到我们公司的录音室啊，去试唱一下。哦，对对对对对，那么就试唱，试唱完了以后呢，就叫我去听，嘿嘿，我一听啊，五音不全，不得了，怎么录音间闹鬼了？怎么办？那个时候唱的走音，哎呦，他那时候很婉转，他说，嗯。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嗯，你还是演戏好了。结果去演戏呢，我们那个时候要求的比较严格一点，字正腔圆，对对对，这个知吃诗滋吃丝啊，要发得很清楚，很标准的，要很标准。那么他呢，去演国语的戏啊，他这个知吃诗滋吃丝啊，有点搞不清楚，所以经常啊就 NG。我要吃戏哈。没关系啦，没关系。所以后来啊，我就给他出小这个单操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演艺圈来讲，差点退出啊。那就是那一次的感觉，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觉得很谢谢他，但是我又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给他丢脸。因为还好，讲了不好啊，大家写报告拢是因为美方的问题，安尼故意讲袂认真，啊，因为我安尼啊，我迄当阵定走变数考呢。在那个阶段，国语讲不好，歌艺又不够职业化，陈美凤却凭着出色的外形，从电视跨足电影。第一部电影就饰演横刀夺爱的女配角，虽然戏份不多，但活泼外放的演出受到瞩目，陈美凤因此有机会转入当时盛行的秀场。阿娘伟呢，哇哇水的呢，15年，这是我个人的私藏的袋子。美凤以前呢，我觉得她像个花瓶，她是人长得很漂亮，美美的。然后她在台上呢，就是会啊有一些大的动作，跳舞蹈的动作。那她衣服呢，都会蛮夸张的，差不多三首歌，第一首呢穿的很多，什么披风啊，很多造型啊。第二首呢，大概 dancer 啪啪啪脱了一件，然后到第三首的时候，大概脱到只剩下一个比基尼这样子。她的衣服就是很漂亮。那最主要会不会觉得说，哎，美凤身材很好，因为她给人家觉得说皮肤黑黑的，很健康美。同期的秀场美女还有向蛙、马世丽，几个人经常同台较劲，浓眉大眼、黑皮肤成为陈美凤的注册商标。哎，你知道他们本身就是很白，你知道吗？那我白不过他，我的盖饼啊，用欧盖饼。哎呦，哇，你看这个。这是在国外做秀，像 Michael Jackson， 好久真的厉害，好像 Michael Jackson， 啊，这边看起来泰国人呀，很像，哎，又有英文又有泰文在上，泰国人呀，有像嘞，整形成功哈，很像，这是在印尼做秀，
在印尼，对。那我记得在念高中看他演的连续剧，他是演国语的，讲国语的。嗯，看，哎呦，这女生好漂亮，就是把她当一个偶像看，感觉一个林青霞突然变成一个碧昂斯，有没有？变黑人那样，也变野艳，而且以前的我总觉得她不会穿那么少啊。做秀的时候，我必须要穿的比较凉快，因为老板不是请我来当玉女啊，那谁不想穿的像公主一样？可是老板就不希望你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没出什么唱片，也没什么作品，那当然就是靠青春的霸体。菜头呢？还有呼吸，阿尼哥给我，我演短剧嘛，呼吸救你了哈，你再忍耐一下。我家家想要清城美凤啊。我几乎大家都很喜欢他，只是我们是晚辈，上面还有很多猪哥嘛，对不对？你看什么这哎，还有于大哥啊，于大哥排下来，倪大哥、啊，你看你甚至还有什么极致哥、王张帝和张飞这些，张奎这些都大哥的拿，我们看只能看而已啊。那到底有没有给他献殷勤，我就不知道，因为他做完秀之后，他自己都很神秘就离开了，但是他都不会迟到早退的，几乎都是准时提早到，台上非常敬业。那有时候台上我们访问他，他也蛮配合的，可是也不能太欺负他。有时候我们吃他豆腐吃太凶，底下观众有反弹，哎，不能吃豆腐啊，不要太欺负他，你知道吗？他们也会以为是真的。你唔通再讲，莫再讲，我已经袂再讲。用青春。在秀场求生，没有三两三是难以立足的。这个阶段的陈美凤不做纯情少女打扮，实际的个性也是大方、外向、能抗压，尤其酒量特别好。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美凤，就想追她。秀场结束算是吃宵夜，他就跟我去吃宵夜。那个人就说，我那时候是夏天嘛，说大家喝点啤酒。结果呢，那个人以为是可以把美凤灌醉。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趁忙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结果喝了一打之后，那个美凤突然说：“哎，我们不要喝啤酒了，好不好？”那个人问他说：“那你想喝什么？”“我们换高粱，好不好？”结果他不能说不好啊。结果那天晚喝了高粱之后，第二天那个人就没有再出现了。台上外形野艳，台下的陈美凤其实朴实，也肯打拼。他在台上跟台下会给人家判若两人。我在后台，我就常常看他，就买那个很漂亮的那个 bra， 有蕾丝的，然后自己在那边订亮片。每一档拢红做吼，贵了半块划不来，因为我那时候钱赚的很少，所以很多衣服都自己做。那段时间就是拼命做秀，拼命赶场。因有人一路靠伊啊，个啊搞啊搞啊搞，哎，能搞啊搞啊，啊，就甲做情况搞啊搞啊搞，安尼吼。然后呢，咱就哪等哪等来去，根本两卡咱嘛是啊，因为迄阵吼无时间食饭嘛。因为赶场一场过一场，啊，咱嘛惊食伤饱啦。迄阵拢爱穿较凉快，啊，就是小腹为凸啊，所以吼拢无啥敢食，拢食一束啊，食一束啊。一个便当拢分期付款，安尼豆豆食，啊就腰背两岁啊，背两岁啊，哎就家己转去，哎腰干呢，啊未卸妆呢，啊佫水干呢吼，便当摕起来，哈，冷叽叽，啊奇怪，目屎落来是烧的。你唔通勉强。秀场闯荡多年，扎实的磨练奠定陈美凤主持、戏剧、歌曲全方位发展的实力。但荧光幕前重要的戏份，当家花旦始终轮不到她。陈美凤早期的演艺之路格外艰辛，一直到一次因缘际会，在她收起性感光芒之后，意外地出现转机。陈美凤早期被定位为穿比基尼跳热舞的性感女星，她是在放弃美貌外表，演出台湾坚强母亲形象的老戏之后转型成功，从此要居八点档连续剧的一姐，而且主持节目、出唱片，成为真正被大众肯定的女艺人。
其实不论是性感路线或者是老人戏，可能都无法真实的反映陈美凤。因为荧光幕后的她愿意购买价值数万元的名牌包，但也愿意亲手缝纫衣服，节省不假他人之手。她有随身助理，有帮手，却经常蹲下来自己擦地板洗衣服。拥有生养两对父母，陈美凤的孝道在圈内是有名的。继续我们来认识走红阶段的陈美凤。你孤单的人影，予阮心头阵阵痛，对你的感情袂当遗忘。你多情的歌声，是阮无奈的心情，虽然你将阮疼在心肝。秀场的历练，渐渐有了名气。陈美凤又有机会回到电视圈，拿起主持棒，跟着旅游节目到处走透透，甚至进军综艺节目，考验自己的即席反应。这个时期，陈美凤在舞台上经常穿着热裤短裙，观众只注意到她靓丽的外形、活泼的表演。直到30岁那年，陈美凤终于要上8点档连续剧，但令人讶异的是，制作人徐进良竟然要陈美凤扮老演出妈妈的角色。徐进良先生算也是很大胆啦，给我一个机会去演8点档。那对一个电视台来讲，他们比较不能认同，为什么要找一个秀场的、一个唱开场、一个动感的女艺人来演一个悲情的、比较辛苦的那种传统女性的妈妈？瓦解各界不看好的预期，陈美凤将为孩子、为家庭奋斗牺牲的坚强母亲演得丝丝入扣，打动人心，观众反应热烈。陈美凤逐渐成为台湾坚强母亲的代言人。要来扮这个较老的角色，有人讲你扮恁来对，我讲来唔对，这是我的机会啊！会人肯给俺机会啊？咱哪有资格去人讲 no？ 哪有资格去人选择我要什么样的角色啊？肯不肯牺牲最重要，因为有些人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一定要化妆，不化妆他不接，那你就没有办法配合这个剧情。那美凤在演这个妈妈，她一个乡下很淳朴的一个妈，她完全不化妆，就把头发这样绑起来一个包包头。我觉得说，哇，怎么可能是她呢？就是你愿意为戏里去牺牲。时机到来，陈美凤终于向演艺事业的巅峰迈进。再加上90年代台语剧、台语歌复兴，台语流利的陈美凤发挥空间更宽广，唱片公司陆续找她出唱片，唱红了好几条歌，脍炙人口。看上陈美凤的亲和力，原本不会做菜的陈美凤受邀穿上围裙主持美食节目，让一堆名厨跌破眼镜。因为哦，泡泡地台退来时阵哦，无共带冰啦，共放个冰箱冰对无？你直接先先先安，安尼啊，先先安。啊，我来分讲，先先安尼就爱小姐两句。哦，小姐喏，我外行，我有影外行。
但她亲切逗趣的主持风格更贴近观众需求，虏获了婆婆妈妈的心。他的第二次转型就是民视总经理陈嘉靖陈总的慧眼，美凤姐她演好了一个妈妈的角色之后，陈总把她从妈妈变成了媳妇。啊，睡你睡你啦！哎呀，快点！吓！别打电话。美凤姐她要演一个媳妇角色，不是演一个妈妈角色，我们都会说，美凤姐可以演好吗？当然，后来其实她演得真的很好。我想美凤姐可以把她演好的，第一个她的努力，这些东西也可能是导因于她成长环境的一个比较辛苦。她也知道说妈妈的角色是怎样，媳妇角色是怎样，甚至她美凤姐她自己本身也是个养女的一个过往。那这些东西，生活的历练，造就了美凤姐在目前上面的发光发亮。跨足主持、唱歌、演戏三栖，从这个时候起，陈美凤每一档戏都是八点档连续剧的女主角。张成光有跟我教的，我们再使讲，就拍摄，伊较有经验。你水底吼，袂使一直起来，啊，就底下一直等，啊，等我皮皮出，我就怪呢，伊讲我教你。你现在尿尿，我说今晚尿尿。他说，因为尿尿那个水是有温度的，热热的，你就自救的时候，你别安尼一直刮，搞人家足刮时，你就安尼吼，先自救一下。我讲，哟，我跟你挖过，你讲，哎呦，你水底我看无，你叫我挖过，我讲，反正足解救，后来有啦，有啦。哎呦，足刮呀！我也给他温暖呢，真的啊，真的。要倒位去，是要倒位去呢？天公伯啊，你跟我讲好无？茫茫渺渺，我到底是要行去倒位去呢？当然，咱有吊钢丝嘛，啊配吊配到脚底两旁足疼的，啊配骨强要吐，因为腰要缩掉的嘛。小姐，小姐，小姐。啊，张成光迄当阵迄场是对桥迄边安尼走过来就，啊你知影吊桥，伊是有迄个弹性的，所以呐。走路紧，心要愈厉害。啊，我咧吊个桥的时阵吼，哦，心肝吼，咁要吐出来。哈，啊，不过唔是一摆就 OK， 所以啊，吊几落摆。啊，迄摆吊煞了，我过来落水嘛。落水其实安尼摔落来时阵有退心啦，有退心，甲咱迄落。啊，真正落个水底时阵，一定啊，咱家己荡落去啊，吼。迄嘛是寒呢，迄溪仔水佫较冷呢。哦，我咧行个时阵。水里来，火里去，只要剧情需求，陈美凤一定全力以赴，也因此频频入围金钟戏剧最佳女主角。正式来。我记得在拍《长男的媳妇》的时候，有一场戏，我跟他到公园要谈情说爱，然后走到一张脏的椅子，我们就坐下来。他坐下来之后，事后要发现这椅子是脏的，然后他的衣服脏掉了。可是他那件外套30万，哇！吓一跳，把30万的衣服穿出来，然后呢，弄脏了还一句话都不吭气。我要是我就很心疼的，我如果说假设了，我今天要对不对？我要演跳水的戏，因为鞋子会进水，那我一定是把常常跳水的那个皮鞋拿出来穿，不可能穿一双新的皮鞋跳了水，这个皮鞋都不能用了，对不对？他一般的观念是这样的嘛，可是他不是哦，衣服30万的外套，我说哎呀，你要不要卖？我可以这个哈。他就舍得这样，他舍得做，他让他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既
晋升为戏剧一姐，被封为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在人前光鲜亮丽，尤其对于名牌精品相当有品味。新组合的霹雳娇花，但私底下的她却是个居家、爱干净、喜欢自己动手做事的踏实女人。在他们家，你不小心会看到一个玛利亚菲佣。为什么？因为你每次看她打扮的光鲜亮丽啊，穿的都是名牌啊。有一次啊，去他们家了，我就说去他们家，然后我就突然间看到说，他们家没有请菲佣，怎么有一个菲佣在地上拖地？一抬头，美凤是你啊！我说你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他说他只要脏。看不过去，他就自己动手了。然后他就因为他是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是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嘛。来，阿辉，把他扶出来吼，你妈妈已经来到现场了。你不知道你妈妈有来？来，阿辉。陈美凤不知道他妈妈有来。早年贫困的家庭遭遇，让陈美凤同时拥有两对爸爸妈妈。她感念生母的亲情，更念念不忘养母的恩情。陈美凤的孝顺在演艺圈相当有名。阿妈，你最好啊！你为着要来三更无食饭安尼？哎呦，我已经开始感动了。是感动啊！我们工作人员在哭呢。其实妈妈特别准备的。你最喜欢吃的猪油拌饭，来来试试看。这是妈妈还从台东特别带来的哈，蛮香的哦，芋头的香味，我们已经闻到香味了。是啊，我们小时候哪有这种猪油拌饭？好好讲，够鸡腿，哇，这谁的交易呀哈？非常感念。华哥，我现在好像在看那个连续剧的感觉。对啊，拢吼以前伊做人用路拢很苦道，啊伊即马拢爱笑我，啊所以细汉吼伊拢爱欠。因为我食迄腿嘛，因敢若拜拜才有腿，还是过年才有腿啊。啊，人阿婆拢是要食，那有少少啊。啊，伊就算拢尽量俭啦。阮咧卖面嘛，啊拢俭俭，啊家迄鱼腿捞落来互我食咧。2005年的庆生会录影，陈美凤养母郑阳选因为肾脏衰竭住进加护病房，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不取消录影的陈美凤这次向制作单位请了假。隔周原本以为养母病情好转，陈美凤赶回录影棚，没想到还没开始录影就接到通知养母病逝。当艺人真的是很无奈的，常常要把欢笑带给朋友们，但是要很坚强，没有啊，就是很坚强很坚强，也意志力是艺人里面好啊，三十几年来对看到上盖值得我们敬佩的。我就想讲，顶摆刚谈过，这摆录影啊，这摆我就用来录，因为录好了，我妈妈哩普通病房嘛会使看，啊，我就敢讲，按讲好，甲我安排好，今仔拜三录影，透早就走啊，早起就走啊，我过来跟家的人想想的，这就已经没法度的事情了。你只要在急救，我们陪在身边，现在就已经眼睛睁不开了，已经就是要把他传后面的事情。家里面的人很好，我亲戚那边阿兄阿姊小妹几乎大家都来斗三工，他们都说我男朋友嘛讲，我你就放心去，把你的工作做好。你若做好，妈妈咪欢喜。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
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因为出来面环境不好，咱无背景，拢爱靠家己，所以细汉的环境造成我今仔日我都面对任何较困难的环境，我拢有法度面对。因为细汉我常住别人家，常常看人目色，啊，看人目色了，我今仔日会知影讲，看人目色是真痛苦的代志，所以咱袂互人目色看。出道时国语不够流利，会遭人白眼。上秀场不能应付黑白各路人马，无法立足。要唱歌、演戏、主持，更需要广大观众的支持。多年来，陈美凤在是非多变的演艺圈屹立不摇，需要机运，更需要的是实力。这位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所获得的掌声，是无数努力和辛酸的成果。美丽的女艺人理当身边不乏追求者，经常在戏中穿白纱当新娘的陈美凤，在现实生活中从未与任何人携手走过红毯的另外一端，这也是她的生母养母在世时最挂念惦记的。她究竟情归何处，令人好奇。继续这个单元，透过她本人亲口描述，难得一探陈美凤的感情世界，包括学生时期纯纯的公车之恋和踏入演艺界之后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如今为人处事个性都相当纯熟豁达的陈美凤，又是如何处理现阶段的感情生活呢？一起来看这个单元。你孤单的影影，予阮心头阵阵痛，对你的感情袂当遗忘。你多情的歌声，是阮无奈的心情。虽然你将阮国中时期的陈美凤就比同期女生高挑亮眼，俏丽的发型不同于女同学的西瓜皮，异性缘特别好，而且这个时候有个外号叫米店之花。我寄住在人家家里，他是开米店啊，有时候我帮忙开店，我开店的时候是我帮忙开店的时候生意都不错，那男生都会来 baby 啊，别去租啊，别去租啊，啊嘞，那当然啦、啊。他来还可以跟我讲讲话啊，买了米还不走，然后就在门口这样看啊。我哪下让我知呀？我那表哥让我知，讲哈，哎，十八岁迄迄一挂迄落好心个娃娃来，安尼就在那边。那所以礼拜天我基本上拿不去上课，帮到固定。陈美凤亲口透露，真正的恋情是在她就读台北高中的时候。下课啊，他刚好搭同一班。哎，然后就瘦瘦的，然后就读的学校也还不错，啊，就穿一种制服，那我三条线，啊，无啊，凹到安尼翘翘翘，啊，书包拢足长，啊，伊两只都流行安尼，所以讲算较怕地安尼，啊，就每天同一班车，啊，就同一站啊，啊，后来我发觉下车之后，他走，以前都是他走他，回来回我行灯的温度，嗯。看你的手吗？不敢啦，不敢啦。啊，当然后来慢慢交往，大概一学期啊，然后才会有时候去看电影啊，牵一下手，还是不大敢。这段纯纯的公车之恋，在南方上了大学，陈美凤高中毕业，进入银行工作，各自发展之后，很自然的画下句点。正值豆蔻年华的陈美凤身边不乏追求者，而第一位认真向她求婚的男孩是在她刚从银行转入演艺圈的关键阶段，他是船务公司上班大她四岁的杨思龙。他要学才艺嘛，他就是要唱歌嘛，啊，那个时候我刚歌唱比赛出来，也跟台视签了约啊，那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啊，看他那么又需要又漂亮，那我当然就是
要教他唱歌啊。那这样子慢慢的之后就，我们就彼此好像感觉还不错了，就开始教了。当年杨思龙外形帅气，歌也唱得好，比赛入选后获得电视台签约培养，但因为是家中独子，父亲反对儿子进入演艺圈。两个人交往一年多，开始论及婚嫁时，陈美凤反而陷入天人交战。我跟他求婚的时候，他应该也吓一跳。我是正式跟他求婚了，在餐厅里面。然后他说，他后来，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是正式走演艺圈呢，可能也心里，我觉得他还蛮矛盾的。一方面他想走，一方面我跟他求婚，他既然跟我说叫我等他两年。伊讲伊都未结婚啊，嘿，然后他妈妈也会讲，啊，那要给他个高啊，那不哦浪费时间，那个意思就很明啦、啊。那当然那时候我就压力来了，我还要继续交往吗？有点难过吧，因为我该想讲要探亲啊。家庭环境不是很好嘛，我一直想要搞用杯啊，买一间厝啊。啊，对我来讲，给人，你哪能叫人翁摕来买厝，你比较困难吧？我工作，我还要养家，我还希望自己有不同的人生吧。我来结婚了呀，你搁买演艺圈要哪行？尤其迄个时阵，甲今嘛无同款，今嘛人讲生囝游玩过会使迄路，以前无呢。以前那嫁翁啊，就敢那行情就安尼啊啦，嗯。为了拼事业，陈美凤决定割舍爱情，错过披婚纱。当新娘的机会。下一段认真的恋情，一直到她演艺事业稍有起步时，才遇上当年红极一时的戏剧小生刘尚谦。我还记得我追美凤的时候，她母亲知道我刚离婚，她跟那时候她母亲一直跟我讲说，回去跟奥克桑再结合好了。我说不太可能。那后来他母亲也慢慢了解我，进而能够接受我。很多人误会陈美凤是介入刘尚谦婚姻的第三者，尤其觉得一个新人难与当红一线小生匹配，陈美凤饱受流言蜚语，压力很大。尤其当她生母发生工作意外时，陈美凤差点崩溃。母亲就跑去这个基隆清洁队去上班，每天早上去扫街。你讲的是生母就对了。生母，嗯。结果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们清洁队的车子在早上四五点钟很朦胧的时候，是车这个清洁车一个大回转的时候，他母亲正好在这个街口，就把母亲给撞倒了。撞倒了之后呢，送到这个长庚医院开始急救，马上要捐血，需要这个4500多cc 不够。这个时候找谁来捐这么多血呢？当初我所组的这个青年的足球队，所有的队友当初都不太谅解美凤跟我之间的交往，但是我一通一通的电话打去，拜托他们来了12个人。我记得他母亲在临终前，在长庚医院的加护病房里，握着我的手跟他的手，意思希望我能娶她。后来，当然我们也因为这个因缘际会没有办法在一起了。风风雨雨中，这段3年的苦恋黯然结束。再相见，刘尚谦已经又结婚了。成为艺人，舞台上光鲜亮丽，令人称羡。
但忙碌紧凑的排演生活难有对外接触的机会，多数追求者都在演艺圈，包括曾经是港台最红的武侠小生孟非、电视名制作人张富都先后追求过陈美凤，可惜情缘不足，难以开花结果。咱条件嘛无哩歹啊，是较无红尔。俺个性也袂歹啊，对。啊，而且嘛足认真哩做事的啊。啊，爸母甲咱生做嘛袂歹啊，咱哪有歹？只是这个天时地利无配合，咱无迄个机会搬一个好的戏，还是安怎红起来啊？和他合作过的荧幕情人感受到陈美凤戏里认真投入肯牺牲，戏外其实是矜持的。哎，好了，你不要这样动来动去的嘛，要不然呢血会流得更快。哎，你讲真话，我真的是当时在拍戏的时候真的是很喜欢他，真有喜欢，真的是真心爱他的。所以真的，我没骗你啊，真的我骗你，我来骗我，真的我怕死。所以拍个暗时啊，三更半暝啊，我拢就想讲要改砍手，因为我蛮看闷骚型，我蛮不敢，你知道要改砍，你知道？半暝真的要改砍，你知道？我想说睡。你知道他那时候对你有好感？不知道，我同伊讲，我就安尼轻轻安尼。啊，你是属于被动的呀？我是很被动。他算不算主动呢？没有，我也没感觉到啊。舞台上面他非常大喇喇，然后他真的有点傻大姐，但是实际上他也非常硬，甚至演艺圈的种种是是非非，对他来说他可能少了一点点的安全感。感情投入多，伤心也多。多年下来，陈美凤的爱情观逐渐从渴望依靠转为理性冷静。直到2000年，一次在花莲的户外活动现场，陈美凤与20年前国外短暂邂逅的圈外恋人 David 再度重逢。这次 David 表现十足的诚意，反倒是陈美凤没有当年小女生被爱情冲昏头的娇羞，倒没有砰砰跳哎，然后讲哇，阿姐很久没看那个出现啊，然后我就讲，你要找我创啥？那你找我神经啊？卖浪费我的时间。你跟我阿英呛我吃早点，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回台北了嘛，哈。他才讲说他已经婚姻到了段落。那他过去的事情，当然后来是怎么打都没关系。天纽约了一点呢，当然主动问卡点荷兰啦，哈。啊，就安尼开始搁联络啊，啊有时就回来，啊不然来咱看一下安尼。回到美国后 ，David 岳阳对陈美凤展开攻势。我讲咱脚步放慢，我一直随归回来，啊，归回来大家沟通好。我感觉感情这问题是一定是方面较牺牲的啦，啊，无你要安怎行落去？回别20年后再续前缘，两人已懂得珍惜和尊重。David 甚至配合陈美凤的忙碌，移转工作重心，迁回台湾。因为人拢知我是美凤嘛，啊，所以等于讲我嫁足有钱的。啊，无人讲啊，这查甫唔忙啥，啊是讲要创啥创啥。终于，陈美凤和本名徐福庆的 David 于2003年在美国纽约，极少数亲友见证下登记结婚。2005年，陈美凤养母的告别式上，徐福庆以外子身份低调陪同。2010年，陈美凤和徐福庆行经北二高，亲眼目睹走山意外。生死关头共患难，原本以为两人的爱情会更加坚定，没想到双方感情却在 David 到中国大陆做生意之后急速冷冻。2012年3月，陈美凤在脸书上公开承认感情触礁。我要谢谢他多年来的照顾，我也祝福他。大家都很关心我哈，也都很担心我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呢真的不寂寞，有很多关心我的朋友。常年来，陈美凤不但负担 David 的生活开销，就连前妻的赡养费、儿女的学费通通一手包办。没想到婚变之后， David 狮子大开口，要求陈美凤一半的财产和庞大赡养费。
不甘辛苦钱被无情剥夺，陈美凤砸下重金远赴美国打官司。人性啊，有时候就是贪嘛，每个人不一样。之前拍戏是厌世人生，可是我碰到我的另外一半，他是一个说谎人生，他在演嘛，也是真实人生嘛。几度远赴纽约打离婚官司，终于2016年3月，陈美凤同意支付对方一笔金额保密的和解金，双方达成离婚协议。钱可以再赚了，只要努力工作，珍惜每个工作，都是还有机会再赚钱。爱情也很好，但是如果不开心的话，不如一个人自在一点。为了一个人的自在生活，保守估计，陈美凤以1元和解金恢复单身。我看你将伊放开啦，若要忘爱忘伊的心，忘伊的人有啥物路用？除非伊爱答应我，但咱的条件不是你愿意啊啦。好，我答应你。今天你们到圣堂里来，在教会和双方家长面前就要结为夫妇，婚姻是基督建立的圣事。在戏中，陈美凤几度甜蜜披上婚纱，但真实的感情世界，历经退出演艺结婚的挣扎，忍受过有情无缘的恋情，也尝过爱情的背叛。尽管走得辛苦，陈美凤始终微笑面对，让陈美凤不仅是台湾最美丽，也是最坚强的欧巴桑。Yeah.